哇，又是这样，第一个就丢5颗嘛。想说这个项目是我最可能最有自信的一个地方，对啊。但是红队在输球的时候压力蛮大的，然后后来就想说啊，没关系啦，就当这个游戏嘛，就给他玩，对啊。有一颗然后丢到3根棒子，那我自己吓一跳，对啊，那真是运气太好了。这5项战绩嘛，全员打不行，然后背力也不行，速球不行。 剩下跑垒跟准度控球而已啊，对啊，还不错啦，蛮开心，真的是开心啦，还不错啊，不仅我现在黑豹吗？对啊，超快的，我自己吓一跳，我都不知道外面踩到土了。